今日加能量在微博晒出甜心最新视频，配文称：“说真的，我觉得还是爷爷奶奶带的好。”视频里，李小璐和甜心落座卖萌，美出新高度。但转眼画风一变，跟着爷爷奶奶的甜心，一身朴素家居服，头发杂乱，玩着玩具，显得十分接地气。两个画风的甜心被网友调侃，简直两副面孔。更有网友评论道：“只要不是亮哥带，甜心都是美美的。”笑翻众人。谁买的？奶奶。好玩假的。是吗？谁买的？奶奶。好玩假的。是吗？